家好，今天呢网友说呀，能不能给做个辣椒油拌菜用的？可以，今天咱们就熬一下啊，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，跟我一起做菜。首先呢，咱们先看一下啊，熬这个辣椒油啊，不是随便说熬就熬了，是吧？看一下这个料，啊，葱姜、花椒啊，先看一下这个料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花椒呢放到这小铁盆里啊，泡上两分钟，不要搁太多水。看一下这个葱和姜的个处理啊，这个是三斤油啊，三斤油，花椒呢那是一两啊，那是一两，把这个葱呢一破四瓣啊，然后呢下锅一炸，那味儿马上就散发出来了，效果好。葱呢这是四两半斤都可以啊，这样。姜呢切片，切薄片。有的人呢是咋做呢？拍松也行啊，但不敢我这切片啊，我这切片呢味儿马上就能散发出来。还有的人说了，我们那切丝儿行不行啊？那更好啊，是吧？有时间你咋的都行，我这直接就切丝儿了。朋友们看一下啊，我这个是往里加这个辣椒粉，这个辣椒油的炸法啊，按家常的给你处理的，但是这个呢做法呢，绝对是这个在东北啊，头20多年前、30年那个样吧啊，这都属于现在那个词儿叫秘制，别人不知道的啊。现在呢就随便了啊，就随便了，加上这两种，一个粗的一个细的啊，然后再加上这种辣椒粉，好，这个油呢烧至是6至7成热就行啊。现在看啊，我放葱姜，这是泡好的那个花椒啊，就让它熏一下。小火炸制啊，别一泡就炸疼了啊，一下炸疼就错了。这些油呢，你就用这个小火烤至5分钟啊，必须达到5分钟，把这个葱白姜都给它炸成杏黄色啊，一会儿看杏黄色是什么样。这种辣椒粉吧是烤制的啊，这个外面有卖的，这个韩国料理的那些个辣椒类的里面有，这是做这个必须有的。另外呢，咱们这个辣椒啊需要呢喝水稀释一下啊，稀释一下，不然的话呢香味炸不出来，看怎么稀释啊，用这个水啊拌一下。啊，这样就行了，刚起点疙瘩，一会儿高手一搓，这面这也是还差一点。这个辣椒面啊，买的时候啊记住一个啊，不要便宜啊，不要便宜，最好吧咱们看着自己粉的那种那个辣椒，那是最好的啊。哎，这你看啊，这有点潮乎乎的啊，你看高手一转有点这样，要成坨，还没成坨，这是最好的，一炸色儿就下来了，味儿也下来了。说为什么要买好的呢？是吧？好辣椒啊，咱们看着那个就是质量非常好的，让他自己现磨，贵点咱也合适。为什么？他这个有的辣椒真便宜，辣椒面光看便宜，他那个阴天下雨晾的不及时，然后呢辣椒就有点发霉了，烂了啊，烂了它也给晒干了，晒干以后呢给你粉成面，跟那好的往一块一对，你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呢吃能吃出来，吃出来一般人吧也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个辣椒呢有点发涩，还有点略微有点发苦的意思啊，
这不是炸糊的问题，辣椒要能给炸出点糊香来，那是很了不起的一种手法，是吧？要记住，是吧？这个不是随便啊就能做出啥味儿的，是吧？发苦发舌就是你的辣椒面不好，要记住。现在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材料油啊，这个材料油叫什么材料油呢？就是炸辣椒的啊。要是怎么说秘制呢？啊，一般的人家啊，一般的小饭店、中小型饭店，它不这么炸啊，不这么炸，啊，也就是给这个辣椒啊拿过来，直接往里高油一起啊，或者说给它捞出来，在锅里啊靠一下都可以。过去那个油管这红油叫什么呢？叫靠红油啊，靠红油，靠红油得俩勺。这面的油热了，往那面沏啊，那面沏温度下去了，再把油逼出来，逼出来再往回沏啊，反复三次才能下来色。咱们这一次就能差不多。完了看一下啊，尽量吧，别达到三次，麻烦。他们看着现在这个颜色非常好啊，你看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马上就要进入那个杏黄色了啊，黄乎乎的了。温度再让它往里升一下。好了，朋友们看啊，这个颜色非常正宗啊，这就完活。可以加工别的菜啊，初步加工都可以使用，不能扔掉。现在等待这个温度往里升一下啊，现在能有七成热。来，咱们看一下啊，看我怎么做这个。你看我摆俩盆儿啊，摆俩盆儿要做两种油。这个活呢是这么干，哎，边往里加油呢边和了。哎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也是两种油，一个叫红油，另一个呢叫香辣油。香辣油毫无疑问了，里面要加芝麻啊，熟芝麻。你看这色儿就知道，红油的色儿已经下来了。现在呢，再看这锅是这样干，朋友们看啊。看看这颜色，啊，通红的这就行了。饭店就是这么做啊，不是家庭的，这是纯是饭店版。我那些年干活就是这么干。现在呢，可以这样看，看看这油的颜色啊，看这油的颜色，哎，接着还能上。这个油呢就沏好了，这叫沏油啊，沏油。再来一遍也行啊，再来一遍，让它颜色更深一点。要是更深一点呢，还可以往里加点油啊，但是尽量咱不那么做了。看啊，这是第二遍。这盆呢做的叫香辣油啊，香辣油。看一下这颜色啊，非常不错。这个颜色说是不错，从这个颜色上嘛稍差一点啊，我再倒回来再沏一遍。关掉火，然后呢这里放上白芝麻啊，看一下啊，这样，这是生芝麻放里。朋友们看啊，哎，这芝麻你看这一炸，跟刚下锅那时候不一样了，发白啊，再来一会儿发黄，这就炸好了。
记住啊，咱们那个做这个料的时候，千万别使那小玻璃碗啊，玻璃盆儿，一旦炸了，这人就坏了，非要遭罪不起啊！啪下一炸，当时咱就这活就失败了，把人烫了，是吧？特别是干这种活计啊，家里有小孩子什么的，千万不让他在跟前儿。这个也是啊，看一下这个油，看看这个油啊，看看这个油。现在呢，我要做一下实验啊，做实验，你们看一下这个红油炸啥样啊，是吧？不知道，放到这个里啊。这个辣椒呢，质量也就算一般，不对话要比这色儿还要深红啊，这个就叫红油。这个红油呢，做红油肚丝儿、红油饵丝啊，各种红油的肉菜类少不了它。你要说你做的有多好，你们有好的材料油啊，用这个材料油再炸这个辣椒啊，你炸的也不行啊。只有这种油再配上什么这个糖啦、醋啦、盐啦啊，才能食味啊。那个这个再看一下啊，这个再看一下，看一下颜色啊，这个样。这个呢，做什么东北大拉皮儿啦啊，加拌凉菜啦，哎，使这个啊，这个叫香辣油，这个非常不错的啊。好了，今天就讲这么些，有什么需要呢？网上给我留言，谢谢观看。